是外甥，大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吃饭，一起吃饭，哎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我奶奶认识你，还认识我妈妈，怎么？原来我们是有一点点这个，算是很远亲，但是是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你算是我的这个晚辈啦。那当然，秋青哥比较好，对，这样来说。